在碎骨的神话中，有一仙舟名为云荒，有空桑、泉仙、苍流三大部世居于此。空桑郎甘与白薇得六合之力开拓天下，云荒碧落海之忧遇泉仙鲛人善通音律坠泪成珠，苍流一部则远居于令丘之山。七千年前，狼干征战四方，囚龙神封闭落海，鲛人历数千年仍不得归。七千年后，有泉仙鲛人为救子民，掀起云荒动荡后隐匿不见，而今他再度归来。一早就说了，带孩子的不能跟我们一起过天去，这会拖累我们。这风大雪大的，去哪儿给他们找吃的？没事没事，我吃的少，这少给他们一点不碍事的。走吧走吧，我们这是躲避灾难才逃去云荒，谁能顾得上这孩子呀？我们都想去云荒过好日子嘛。那云荒仙舟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到得了的。你是新来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纳生，我是从中州来的。我们家那边打仗了，我只好逃出来。我想要到云荒安家。我说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为什么总是板着脸啊？无趣的鸡。那既然你不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就叫你冰块哥哥好了。不如咱们两个结伴去云荒，一路说说笑笑，彼此还能有个照应，如何呀？喂，你可别小瞧我啊，我可是有些本事的，不然我如何能来到这里啊？嗯，云荒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家乡的人说了，云荒遍地珍宝，富足安康。是我们中州人啊梦寐以求的仙境。啊，冰块哥哥，我给你占卜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算命可是很准的，从小我就靠这个赚钱吃饭，像什么算命伏击啊、看相占梦啊，我样样都在行。我送你一卦啊。天上的神女啊，请告诉我这个人的眼前、过去和未来吧。天地玄黄，赫赫扬扬，唯有神明，与无神荒。头戴华盖，足蹑魁罡，借汝神玉，赐吾血光。请在地上写下你的御誓吧。告诉我这个人的眼前、过去和未来。
我写完了，你快看地上是不是你要的答案。我不能看，就像我不能算自己的命一样。你快看，看完我就给抹掉了。一切开始与结束之后，对抗虚无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与守护。最后一句是什么？你再写一次。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同一个人，一年只能占卜一次。哼，雕虫小技。雕虫小技，我算命印象可是很准的。都没有讲到你的白鹰吗？你刚才要是骗我没有必要，我马上杀了你。我没看，我没看。刚才你做噩梦了，你梦里一直叫他的名字。我绝对没有偷听，没有偷听。我们村里老爷爷说了，他说午夜梦回时想起的那个人，若非心仪之人，便是已逝之人。臭脸皮鬼，跪！如果百年前我们没有开始，便不会有终结。韩英，你父王来信，让你即刻回到晋城。你在空寂山学艺已三年，也该到入世历练的时候了。还记得我剑圣文归吗？持光剑，怀慈悲，守正道，护苍生。阿英铭记于心。好，你要时刻谨记，你是剑圣传人，定要做护苍生之事。下山去吧。阿英拜别师父。大人，给我们口水喝吧，大人。留下眼泪就给你喝，你还真敢！谁呀？啊！这些鲛人所犯何事？你们为何如此残忍？看他的装扮，应该是剑圣一门，咱们惹不起。剑圣传人，那不是西京大人的同门吗？是。啊，是这样，这些个鲛人呢，原本是亲王府逃跑的下人，被我们抓了回来。亲王，你们要带他们去哪儿？哈，自然是亲王府。哎，他们要带我们去星河云亭。闭嘴！我们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哎，弟兄们，走啊！